下面请您欣赏新麦调票，表演者郭麒麟、阎鹤祥。这没写字儿，这个怎么都等？得嘞，感谢各位，感谢各位啊！什么？我没听清您说什么？十八吗？啊，行。来，别走啊，十八摸摸的。哎，不，没事，我可以替他，我可以替他。哦，他们看我又回去了。上来啊，上来啊，来呀，互相伤害啊。您伤害的够多了，已经。这叫什么话？您说，别瞎说。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，观众太热情了。说实在话，没有多大的能力，这是真的啊。这，哦，不是哦，这个您太谦虚了。这说话没劲。嗯。啊，今天来这么多观众，人也不是说看咱们哥俩来的，人是主要看我父亲还有我师傅来的。哎呦，谢谢您啊。也希望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啊。这个反正感谢啊，因为没别的啊，这儿好。哎，谢谢大家啊，因为说句实在话，以后这个说相声的机会也是越来越少了啊，因为不是说什么别的，不用说实话，您现在就不怎么说相声了啊。不是，除了录节目就录节目，您说什么相声？今天这场演出演完之后呢，以后可能就告别相声这个舞台了啊。哎，不，您，我拿他砍你了！我跟你说，好什么好？我饭碗都砸了，你们还好呢？还没有？您等会儿啊！别介，怎么今儿完了就告别相声舞台了，不演了？不是，因为我觉得呀，就是说了这么多年相声啊，我感觉相声它束缚我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您说就是捆绑吗？就是？对，不是咱俩玩的那种，哦，不是，都不一样啊。我记得我带那辣子。行了，哦，没，哦，哦，去你的吧啊！行，干嘛老让我们脱呗？啊，真是的，关键脱了就看见捆绑了，你们。他不是钱的问题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是吧？是很多钱的问题，是吧？知道吗？不是您。行了，咱说正事儿啊。说正事儿。这牵扯，我这都要退出相声界了，你们怎么一点不往心里去呢？你们。他们应该欢呼。不是。咱这不是开玩笑啊，真不是啊！您昨天的唱京剧那都开玩笑，嗯，您今天这怎么不说相声？您还能干嘛？你别的行业也有那么好的爸爸呢啊！哎呦，这话就跟我一直靠爸爸似的，确实是，啊，我所以说嘛，我要洗脱我这个名声，知道吗？您有什么名声啊？您对不对？我打算了啊，以后就不说相声了。您干嘛呀？干点别的也行啊。干什么呀？你看我这个条件啊，看我这条件，什么都干不了。我有特长。没有。哦，就是身呗，就是啊。不是您什么？您指喉咙干嘛？这是啊？不是我，行，这儿好，你知道吗？我这儿好。哪儿好？你脖子好管什么用啊？这个。里头好啊。
不是什么意思？我没听明白您这。听人说，我嫂子好。您甭说那个，哥，这。别开玩笑，您就直接说你想干嘛。嗓子好，以后我不打算说相声了。那你干嘛？唱歌去。唱，又开始胡说八道，是不是？干嘛要又啊？您唱什么歌啊您？流行音乐啊。你还流行？您穿着大褂还流行音乐？穿上是啊，脱了不就不是了吗？是不是？嗯、就不能拿这话勾你们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节目呀，有100多凉活的。真的是吧？不是我。流行，你没看出来我身上有流行元素吗？没有，您好唱个戏什么的，没看您有流行因素。那都是表面，实际呢？那都表面啊、嗯。知道6年前啊、嗯，6年前干什么？你们想，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吗？6年前，退学了吗？退学是明面上，嗯，实际，嗯，出国深造。那您就是你爸让你跑路了呗，就是、啊、对，什么跑路啊？啊，就是国内待不下去了，国外进修。您国内连初中都没读完，您上哪儿进修去？您考什么？你也让您进修不了啊？我所以啊，所以这不流窜到国外了吗？哦、对不对？你就美国知道吗？美国烂桃，你去过没有？什么叫美国啊？没文化，梅丽姐合众国。这哪村的娘们儿？这是您。美利坚合众国，美坚合众国，美国，美国，您上美国去了？我美国留学去了。您美国哪儿留学呀？美国波士顿，那是个大城市。听咱这美腔啊，啊，波士顿，是吧？哎，您这还像大兴那边的、啊。波士顿，波，是吧？哎，您这还像大兴那边的、啊。波士顿，波士顿有一个波士顿，波士顿，波士顿套吃，哎，套吃啊，波士顿电视台吃西红柿，哎，波士顿，波士顿有一个 Berkeley。这我们什么波士顿有一个伯克利什么伯克利音乐学院，哎呦，那我知道，那是流行音乐最高殿堂了。现在流行音乐就那儿最好。我知道啊，我在那儿上学。说你爸又花多少钱呢？这干嘛非得花钱啊？您不花钱上您上那儿烧锅炉在那儿？我上学我进修我烧锅炉去我。波士顿冷啊，波士顿。是他哎冷去。哦。我暖和。哦。波士顿。嗯。我跟你说说那去那个伯克利我们那学校可能知道人也不多啊。嗯。我说我们的同学啊。嗯。那个谁红红。是吧？红红谁啊？红红，对，您说小丽。小丽，王小丽啊。哇。那在沈阳啊那的啊。那能上伯克利吗那个？我不知道他也是那儿毕业的呢。他象牙山音乐学院的他这是吧？我们丽红啊，王丽红啊，啊，王丽红叫红红，红红同那同学，同学，王丽红是您同学，同学，哇，还有那个鸟叔知道吗？韩国那个，对，他也伯克利的，伯克利的，你们仨是同学呀、啊？我们仨同班同学，你们都信吗？他说这个，你看啊。哎呦，这我都头一回听说。真的，我那儿上的课呀。那您要跟那儿毕业，那您应该是造诣很高，对吗？啊，我回到国之后，你还不许我发展一下音乐事业吗？我这不知道郭麒麟有这么大能耐呢。真是的啊！我从那儿回来之后没别想法啊，嗯，就是想推广我属于我的音乐。您在美国就没人请您？在美国回国，我说美国好多地儿都请我。美国好多地儿，什么地儿请？超级碗，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就是那个美国那个他们那橄榄球有一个炸酱面吗？不是，超级碗那叫海碗居那个跟那不一样、哦、知道吧？哦，不是岳云鹏打工那个，不是那岳云鹏能在超级碗干嘛的、这个？叫超级别拦您呢，超级碗这个、哦、啊，超级碗啊，就说没有那不行的，我他进军那个呀、啊，对，他是去超级盆还是我、哦？我是超级碗，超级碗我知道，美式橄榄总决赛，对，就总决赛啊，总决赛中场休息，哎呦，那个明星的都上来，那不是天王巨星都没法跟那演，美国的春晚，那比春晚厉害，知道吗？人家上的不花钱的，我超级碗唱过，什么行？你这我挡了给你啊，我踹死你，对，我超级碗知道吧？你超级傻，你这超级碗啊，胡乐乐，您在这不是你知什么角上超级碗？迈克尔杰克逊的在上超级碗呢，才不是哦，你知道超级碗是吧？我知道。哦，那我没上过，知道了。诈骗的劲儿跟你爸一样的吗？他知道，这是对我爸一般都说一个大伙都不知道的，大伙就信了，你知道吗？
不是这没朝鲜晚没去，那回请我来着。哦，请您了，我不乐意去，档期不合适。哎，不行，还有推了超级碗的，还有超级不去。哦，有那个 Victoria Secret 知道吗？不是，咱们拿国语交流，咱拿国语交流，什么意思？维密啊，就你爸老看那个，我知道。我知道他一般不让我看，我也不是什么。行，不看，就是有走秀。哦。你也跟着走秀，哎、我别走秀啊！哦、我穿那我大翅膀谁看我呀？我说维密没有秀捆绑的，我。对呀、啊哦，他们秀我唱啊。哦，知道吗？他们那儿秀我旁边唱。嗯，一会儿就把你轰走应该啊。行，人维密那么多大妞穿成那样，人看你呀、啊，人家。哎，爱看不看？哦，维密你也推了。我这么好的能耐，我能在美国唱吗？您呢？爱国，我是中国人。我要回国唱啊！奉献您的艺术，多新鲜呀、啊！德艺双馨，您好吗、啊？回国了，落地北京。嗯，北京我得唱，回北京唱。哎、你要唱歌，现在大伙都是演唱会，你都得有一个标题。哎，对了，对不对？你比如说我们德云社今年这叫什么？成立20周年。回北京先，您回来您啊，就先有一标题。对，多新鲜，得、啊、一标题。嗯，我办演唱会嘛。啊，德云社成立20周年系列演出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你包括人家歌星也是。嗯，周杰伦叫什么呀？叫什么？地表最强。没错。张学友啊，学友经典。嘿，陈奕迅啊，别样人生。您这叫禽兽不如。来这个，您把您这个人性说出来了。就您这还从伯克利回来的呢，伯克利啊，人家那多好听，什么？您这演唱会叫禽兽不如？对呀、啊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好听吗？这个一看不懂，一看就不懂啊！我跟你说，在自然的世界当中，嗯，大自然中什么力量最了不起？什么呀？就是自然的力量。哦，懂吗？我知道，万物啊，啊、嗯，万物都有它的声音。对，就是飞禽。哦，走兽，我知道，化鸟鱼虫啊、嗯，就这些个东西啊，嗯，声音都不如我。这些个禽兽都不如我，禽兽不如。啊，你听着掌声，你听着，你看。各位，你看看，这是。你看。各位，这个您也就是个初中文化，我跟你懂吗？有禽兽不如，有深意。就这个文化不批吗？就这个名字。批呀、啊、批！我跟领导说，啊、我跟领导说，我禽兽不如，知道吗？我。哦哎，同意了，也是他们不批，他怕您变禽兽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同意，我唱啊。哦，郭麒麟禽兽不如演唱会，禽兽不大标题、哦，大标题。哎呀，我的天！咱既然办演唱会，嗯，我就得赶紧先找几个妓院，我看一看，我是哪儿在哪儿来啊？越说越不像话了。什么？找什么？妓院。这一看就从美国回来的，妓院，妓院那是美国啊，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，知道吗？这是中国，我们这表面。我们这哪有妓院？我们这不是你一下正经，我有点受不了啊！你哎，你是个演员，你没去过妓院？没有啊？不是，咱前桥蹲着对过那个？那关门？不是，你这。什么哪儿有？这前桥对过哪儿有妓？就什么？我不斜对过，斜对过啊！你去你的！917车站对过那个。那是剧院，天桥剧院。剧院？对呀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这离开咱们祖国时间太长了，舌头有点捋不直了。好嘛，剧院。剧院，您说清楚了啊。不好意思，啊、等于天桥剧院啊、嗯，北展剧院。嗯。哦，国家大剧院。大剧院。你别给你爸爸招事了，好不好？好。不是我的个天，我这汗都下来了。我不懂啊、哦，我不懂，嗯，就对我是得找个地儿，我得唱啊，啊，找一大剧院，国家大剧院就可以了。您这个身份不行啊，国家大剧院多少个座啊？那是最大那个音乐厅，最大那个音乐厅3-4千人呢。三四千人啊，三四千人是给我这种量级的明星演唱吗？您去不了那儿，我您应该您应该天桥乐，您应该是，就200人，我上那儿唱去，那演唱会 啊，那不行啊，我体育场。体育这个音乐厅都装不下您了，多新鲜！我那个粉丝太多了，哎呦，全球赶来的，对，全世界都喜欢，哦、要非得看禽兽都上这儿来了，知道吗？哎，亲命了！大体育场，大哪儿啊？工体，工人体育场，我怎么样？你等我劝您先宅个小的行不行？我就得去工体，工体卖满了6万人呢，怎么照卖啊？哦，照卖啊？哦，怎么样？您上工体？哎，我上工体。您的籍贯是什么呀？天津啊。那您胆儿够大的，您还这个。
我赶那个没有球的时候去。哎，对对对，你就赶夜里去，你知道吗？哎，管不着。嗯，我唱歌谁拦着我呀？也是，艺术是相通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工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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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万人啊！啊，六万，说是六万，嗯，没人卖了六万，那真是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球行，这一圈全是人。对，你看演唱会，他得搭台吧？哦，对不对？这个长方形的场地外边围这一圈，这台要是在这边，这后边都不能卖。罢了，这是专业，这都不能卖。嗯，所以我得封票，封票。哦，哎，我把这一圈全封上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全封上，我就唱。中间就您一人。哎，我就一人。您就是工体保洁那大妈，您知道吗？您什么玩意儿？您得卖票啊！我能全封上吗？啊，全部封上，六万人。六卖，看我后脑勺卖，知道吗？看后脑勺都卖，看我后脑勺卖。哎呀，得卖啊！啊，我得上那，我得先踩一踩场地。什么叫踩一踩场地？多新鲜呀！哦，你到哪儿演出，你不得先看看这剧场设施怎么样？哦，就跟彩排似的。我们唱歌不得看看音响好使不好使？哦，大 LED 屏怎么搭？不得到那儿看看去吗？看专业这是，真是。嗯，到工体。嗯，我从家出来啊，啊，从家出来，从家出来坐地铁，然后坐到这个东四十条啊，从东四十条下来呢，打一个蹦蹦，打一蹦蹦，来过来，从这儿到这个工体多少钱呀？15走不走啊？不行，我们这儿都20，真贵，不坐。您这么大角儿，工体都办演唱会了，您打个蹦蹦上工体是吧？地碳啊，地碳环保啊，这太地碳了，您不至于这样去。后来他非得贵5块钱，我就没坐，我走着去的。这什么？知道吧？这什么角儿啊？这是。来吧，到工体，呼，啊，姐，工体北门进去一看，啊，我进去就看工体这设施啊，嗯，感觉不行。工体您也瞧不上？太小。您还嫌小啊？而且灯光也不，灯光太暗。哦。它闷的哈。哦。灯光一闪一闪的。知道吗？好多大妞啊，在当间那跳，哎，跟那儿跳。我这把他们请到我的卡座来。秦少，秦少，秦少，您等会儿，秦少，您等会儿。什么？您去的是哪儿啊？工体啊。工体，您去的工体那夜店那是？您说这是 VIX？ 哦，那走错了，走错了。我没去过，我不知道。谁信呢？你没带我去过，你是？喂，傻帽，谁带男的去啊？你真是这人，你真是。您不能上夜店，你是出去，你出来奔对门啊？走错，我奔对门去啊。对过那妞比这边那是 VIX， 那边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奔体育场，奔右拐。走错了，走，奔体育场去吧。嗯，就那碗是吧？哎，对对对。进去一看，彩场，足球场是真的。一看，好，这么好的草地，嗯，不办演唱会都可惜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挨着吗？哎呀，不行，我得来吧。嗯，跟这唱吧。啊，刷海报。哦，有海报打印啊，嘿，海报现在都打印，嗯，过去细报才刷呢。哦，打印宣传，哎，把标题写好了啊，禽兽不如，继郭麒麟世界巡回演唱会第一站北京。嗯，哎，我认为啊，您不从美国回来吗？啊，您还是倒装一下，倒装啊，郭麒麟禽兽不如演唱会。哦，哎，也可以，也可以啊，嗯，第一站，哎，售票。哦，这票还第一站，多新鲜，全球都有。全球第一站是上来在北京。哦，哎，第二站是东京。哎，哎，第三站呢是柬埔寨，完了第四站的叙利亚，然后第五站没有第五站了，没有第五站了，第四站就轰死您，知道吗？不动，你都不动，知道吗？我就得一站一站的演。哎呀，哎，从东四十条、东直门，完了之后再往那边再走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是吧？反正演好啊，你甭管，你都不懂，哎，都不懂，嗯，卖票吧，禽兽不如，大麦、永乐同时挂，一块来，一块来啊，开票吧，嗯，6万张票，怎么着？刚一开票，59秒卖光，嘿，怎么样？您这个时间真统一啊，嗯，哦，就得59秒，五十九秒，哎，6万人就伺候完了，对，啊，不是，我就说不是，不是。59秒，6万人把票都抢光了，买光了。哎呀，就看我呀，嗯，都得看我。大麦瘫痪了都。行了，嗯，踏实了。来吧，票也卖完了。嗯，我在后台，我这个量级，我得有 VIP 休息室。那肯定，你有独立的化妆间。自己一个人跟别人在一块算什么呀？那是自己一个人。嗯，哎，往那屋里一躺，休息。嘿，没一会儿外边有人敲门。嗯，给我气坏了，谁敢敲门？一般都预约。我这么大角儿，敢随便敲门？打扰休息。当时我不开心了。嗯，谁呀？我是你爸爸，你看同行的，哈，跟我玩伦理人啊！我是你爷爷。哎呦，爸，您来了！嗨，这和真是你爸爸是？再看我爸，这么多年没人敢跟我说这个，我一说，是吧？也就你啊！进屋找个地儿一坐，嗯，不说话，我们俩谁也不理谁啊。哟，坐这儿还把烟掏出来了。哟，这郭老师，
不是你说这郭老师轻易不抽烟，这碰着难事儿了，这是啊。您这是于谦儿，这真是郭老师。我看得见头顶，我看得见头顶啊，是吧？过二十分钟啊，这个儿子，实话实讲啊，嗯，这么些年爸爸对你也不错，是吧？养儿千日啊，用儿一时。你办演唱会，你就是你禽兽不如那天呀，爸爸在北展也有一个演出，就是专场，北展专场嘛。爸爸这么多年在北京，实话实讲啊，捧爸爸的人也不少，是吧？但你说你咱俩同一天，我在西边，你东边，你弄一这个，我就怕到时候我那粉丝都看你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是啊，啊，你看，反正你看行不行？你看行不行？就是错一天，哎，这天呢，你先别禽兽。是吧？这天让爸爸先来，禽兽是吧？这天让爸爸先来是吧？让爸爸先来，就你爸让的比你禽兽不如。哎，完了你再来，你看行不行？哎、怎么办？罢了，这也就是我亲爹。哎呦，换二一个我也不干呀。就是郭德纲现在都得跟您闪着都给。怎么办？跟那个演出方说啊，王小晴，我给我爸让道，寸一个月。那忒麻烦了，这6万块钱票您再退给人观众。什么叫6万块钱票、啊？不就是六万，我一人办一个钱啊！你这样在伯克利就得烧锅炉，你这样的知道吧？就6万观众的票再退给人家，凭什么？你不演了你不退给人家？凭什么退？买了我们家的票没有退的，知道吗？是的，我不管，我不管。不是，先别说你们这，就您这6万人买了，就不演也不退，不管，再开新票还得买。哇，您真是禽兽不如您。真是的，还得买，赶紧开票吧。嗯，往后挪一个月再开票，59秒，嘿，票卖光了。您这个病情真稳定，我跟你说，大卖，网站都瘫痪了。哎呀，瘫痪，行了，嗯，这回踏实了。嗯，行了，我郭麒麟禽兽不如演唱会、哎、推迟一个月，哎，推迟一个月。嗯，行，我带着我那些个。我有团队啊，那肯定的，我有团队，嗯，还有一些个什么那个演出方啊，嗯，什么的那个就是投资人、注资人，哎，我带着我的投资人，哦，我们找一天啊，我们要开一个会，商量什么事儿、哎？商量明年这个环球我们这么一个商演怎么办？啊，全球推广，哎，找个地儿，我们边吃边聊，嗯，啊，跟那儿聊好了，嗯，我说那个 Steven， 明年啊，这 Steven 不是骂你那个吗？这不是星厨那 Steven，、哦、不是那个、啊，另外一个，我们一个投资方 啊，Steven， 那个明年啊，明年欧洲这个圈儿。你来顶，哎呦嚯，好吧，你这个投资，明年我觉得咱们欧洲走几个国家，投资不要下2亿啊，好吧，不要下2亿，嗯，到时候我说肯定让你把2亿赚回来，好吧？还有那个叫着那个明年北美，好吗？北美几个城市，包括什么加拿大呀、美国这些个城市，你来负责啊，这个1亿起，好吧？咱都商量好，反正这次咱们在北京演呢，到最后。也赚不了多少，也就赚个2000来个吧，2000来个啊！到时候咱不为赚钱，咱就为扬名，早好明年好干，好吧？咱们要既然都说定了，啊，咱们做得了是吧？啊，行，那个没鸡蛋的那个给他，我是那个加薄脆那个给我，你知道吧？那个你们仨死不死啊？你们我吃伤这么大买卖，吃摊煎饼是吧？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！这是什么推广会？这是我们三个老乡，天津老乡啊，亲命，好这口，有多少钱不在乎，就好这口。不够你们骗的啊！行，来你我来那个少要面酱的，我来这，接过来一看，哎呦，这包煎饼这纸写着4个字什么呀？禽兽不如。对，哎，不对，司令您等一会儿，别，你把我脑袋咬下来了，您等一会儿，撑开一看。这不我那海报吗？这怎么包煎饼了？怎么这样了？啊，老板你怎么回事？啊，怎么把我海报包了煎饼了？不是我摘的，环卫摘的。你看看您的海报吧，从这儿一直堆到东直门，都是你海报，你全给撕了。这怎么回事？这个这演出商的事儿啊。演出商怎么把我海报都弄下来了？啊，我得找他去。你问问去啊，赶紧问。国贸37，哦，这公司有写字楼，他那儿有一办公室。啊，当当当，我上楼。哎呦，到他那屋门口，咣就给踹开了。你太不尊敬人家。我这海报拿过来，团成一团，啪就扔他脸上了。怎么回事？不说好我跟这唱歌吗？怎么把我海报都撕了？我跟你说，他是没见我发那么大的火。嗯，他哪见过这阵仗？是啊。当时给他都吓傻了，脸都红了。嗯，滚蛋。穿这贱样儿是啊！赶紧坐电梯下楼，下楼啊，在门口抽了5分钟烟，上来坐电梯上来敲门，当当当，我能进来吗？
滚进来。跟您开玩笑呢，您看您说您这人，我不是别不识逗是不是？这不合适啊，是不是？您还给人捏脚的是吧？您赶紧问正事儿吧。这，咱不说好了吗？说好，我跟这唱啊，怎么突然给撕了呀？对呀、啊。人们最近那个朝阳文伟找我来了，嗯啊，说最近扫黄，你这个演出得往后拖一拖了啊。我们前两天刚跟这个周杰伦的团队接洽完，哎呦，这次办他们这个演唱会，那肯定的，给我气坏。谁？周杰伦是不是？周杰伦干演唱会？你说别人我还琢磨琢磨，你跟周杰伦说是我在这儿唱了吗？哦、啊，我跟周杰伦我们过命的交情啊，嗯、哦，他要知道我在这儿唱，他不能来啊。你等着，我给你打一电话。我没有他电话，他根本不认识你，根本就这你怎么能接他呢？对不对？我请你等着啊，等着，赔死你，赔死你！人做你才赔死呢，这人姐这屋出来，我这运气呀、啊！您甭运气了，正好让周杰伦唱，您就甭唱了。怎么？我不唱。你怎么体育场上人家站了，你还唱什么呀？凭什么？凭我是能耐，我是能耐专门为工体学的是吗？我能专门为那儿学的？那怎么办啊？那儿不能唱，我上别的地儿唱去。那您改哪儿唱啊？鸟巢，您越说越大，工体6万，鸟巢10万呢。10万呀、啊，就为跟他较劲，跟他较劲，当天、哦、同一天啊。哎呦嚯，周杰伦工体，我鸟巢，就呛着火。他地表最强，我这边我禽兽不如。好，太好了，对不对、啊？地表就你们俩了。哎，您，我得跟、哎、我跟他正经正经。对对对，那你问问海淀区扫不扫黄？你问问。问不扫哦，那你爸给海淀区塞钱了呢，就是啊啊！我鸟巢上，让鸟巢上，哎，鸟巢上，鸟巢上，10万人，10万人卖，上来就得这么卖，嘿，好不好？太好了，卖票吧，嗯，刚往网上这么一挂，嗯，59秒，卖干净了，嗨，人家多时间也不减，还是、啊、不减，嗯，卖干净了，嘿，这回行了，嗯，踏踏实实的，太好了，哎。我就问你啊，嗯、你说，周杰伦那边啊、嗯，我打听了，怎么着？周杰伦 VIP 的票，嗯，卖1980，啊，一般都这价，我得卖多少钱？您跟周杰伦呛火是吧？多新鲜，我跟他较这劲。那周杰伦 VIP 要是卖1980，我建议您啊，20一张，20一张，门口让你爸给每人贴个手机膜，哎，差不多。他1900，我20。废话，1980那是周杰伦，那是。我们俩凑2000块钱是怎么着的？你爸还有手机膜呢。你是人吗你？我能这样吗？啊！他1900，我卖8000。周杰伦 VIP 1980，您 VIP 卖8000？什么？谁说 VIP？VIP 8000吗？不分前后排，进屋就8000。工体10万人，8000一张票啊！鸟巢。万人8000一张票啊！鸟巢！哦，我又说错。这给我换粮活的，这不行啊！这个脑子跟不上，这不行，这个。他们家不对，就我关键我让这都我的歌迷，这都是你知道吧？我都吓糊涂了。鸟巢10万人，1张8000。8000。好，您这拉动 GDP 了，您这都真是。不分前后排，哎呦，进去就八千，59秒卖完了，哎呀，卖完了，要了亲命了，好，嗯，行了，哎呦，我演出是晚上7点半，嗯，打早晨8点起，嗯，观众就开始进场，怎么来那么早啊？先到先得，不分前后排啊，也是8000坐上面多亏的，对呀、啊，嗯，先来坐头里，嗯，打8点开始进场，哦，你早晨8点一早啊，嗯，当时就给我吵醒了，我说怎么来这么早啊？你说，哎，您先等一会儿，你们娟儿，您等一会儿，啊、怎么了？有个小细点啊，这个早上8点、嗯、观众入场，对，把您给吵醒了，没错，您跟哪儿休息呢？售票处啊。售票，您这么大角回别墅啊住过，怎么在售票处住啊？不是，你不明白，售票处有空调，你知道吗？我在那儿，您连空调都装不起，您卖人票卖8000一张？你懂着环保哦，那加氟知道，那加氟知道吧？哎呀呵，我为了保护臭氧层，你这、哦、不懂就您在售票处，我在售票处，在售票处。哎呦，观众呼呼的进啊！啊，这太好了。嗯，行了，那观众看您刷牙了都。不用，他们都跟里头坐着。嗯，牙叉叉坐好了。哎呀呵，刚坐好，嗯，又来十万人，站在鸟巢门口，我要看禽兽，哦，我要看郭禽兽，我得看他呀。哎呀呵，非得看我。啊，好家伙，给鸟巢的负责人急坏了。是啊，没来过那么些人啊。啊，这怎么办呀？这个，啊，我给出主意啊。嗯，卖站票。
怎么卖站票啊？哎，你不能说光是座吧？啊，座边上有过道吧？哦，过道站满了人。这卖多少钱一张？8000一张啊。站票也8000，不分前后排。哎呦嚯，这10万人刚进去，嗯，又来5万多人。这干嘛？我要看签收，我们要看签收。他们也来，啊，怎么办啊？这没座了。没关系，嗯，买蹲票。蹲，什么叫蹲票啊？你想啊，两个人往这一站，啊，肩宽腿细，嗯，两个人当间蹲一个，两个人当间蹲一个，嘿，往里走。哦，8000一张，也不分前后排，不分前后排。哎呦，这5万人刚蹲好啊，啊，又来5万多人。哎呦，我们要看签收，哎，我们要看签收，哎，又来了，这怎么办？买趴票，趴票。哎，你看观众座那底下都空的呀，啊，打最后一排。匍匐前进，往前爬。哎呦嚯！趴在座底下看。哎呀，8000一张，也是8000，概不退换。哎呦嚯！这些人刚弄好啊，嗯，又来了10000多人，还有人，这都拿着手枪来了。哎呦嚯！我要看亲手，看不了他我就自杀。哎呀，非得看，没地儿了。负责人就哭了，啊，实在没地儿了。嗯，我出主意了，啊。卖吊票，对，像你唱，卖吊票，老观众都知道，人马三立那卖吊票，人有电扇，吊电扇上，那是我爸吊电扇上，啊，马三立挂墙上，挂墙上不是，工体工什么鸟巢，鸟巢，我因为太爱周杰伦了，你知道吗？鸟巢，再给你一次机会啊。鸟巢啊，据我所知没掉过人啊。呸！哎，没看过奥运会开幕式吗？那李宁怎么上去了？哦，对不对啊？这10000多人全给掉出去。这卖多少钱？也8000。这得卖10000一张。怎么多2000？还2000威亚钱呢？嘿，哎，这10000人上面来回转圈啊！哎，我的个天，转圈，跟那跑啊，鸟巢变跑啊。这全是各公司老总是吧？行了啊，这回我踏实了。开始吧，开始，先跟后台休息。晚上7:30开始，嗯，我5点钟吃完晚上这饭之后 啊，我得先化妆，嗯，先化妆，哎，跟着化妆，昨晚上唱什么？嗯，第一个节目呢，我挑一歌。第一个节目我头一开始7:30开，我先唱一个《春天里》。哦，我知道，跟那孟鹤堂唱那个。跟他那能一样吗？哦，不一样。我这好，我这正经春天里。哦，我知道这歌也流行。对对对，好听。唱春天里。嗯，头一个节目我先开个嗓。啊，哎，我跟后台正化着妆呢。嗯，这边门有人敲。哦，一推开进来一人。哦，不矮，大高个啊。嗯，1.8米。嚯，哦，哎，这头发啊，往上立着。嗯，往上立着，戴眼镜，戴眼镜，有胡子茬子，嗯，进来。哎，各位老师好，各位老师好，好。那个我打听一下，那个禽兽老师在哪儿呢？嗯，人指就那个。那个蹲那儿那个就是那个蹲着化妆的，在那儿呢。您连个座儿都不趁上，蹲着化妆箱。哎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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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哎，您好，先生您好。那个自我介绍一下啊。谁呀？我叫汪峰。您好，汪峰拜见您来。您好，汪峰。我说汪，这哪个小孩啊？这是您不认识啊？多大的男歌星啊？这是？哦，这唱歌的是吧？早上头条那个啊。我是，怎么，干嘛来了？你今天啊？那个。今天跟您商量个事儿，嗯，啊，我也是道听途说，嗯，听别人说您今天头一个唱一个《春天里》啊，啊，嗯，这个，反正啊，我是这么想的，这个好多粉丝们啊都知道《春天里》是我的歌原创，可是今天您一唱呢，您唱完了，听完您这个，再听我这个，不叫玩意儿了，嘿，知道吗？就您看能不能这样啊？这样，今天呢，我给您垫一场。汪峰给您开场是吧？7:30一开，我先上。哎，我唱《春天里》，这样我脸上也有面儿。哎呦，我也能上个头条什么？您看行不行？您这面子，您不看我的面子，您看看子怡的面子，您看行不行？我一听有道理。嗯，那章子怡跟我爸关系好。那是啊。那恋着我大姑。哦。那是我大姑。啊，就他们知道那事儿，你不知道那叫什么？我大姑父过来求我，那您大姨妈的面子也得给啊，那是。对呀，啊，给的面子啊。我说得了，姑父，嗯，晚上你先来，你先唱啊。晚上我这化妆啊，啊，晚上7:30准时开始。嘿，观众不行，等不及了，呀呀叉叉。汪峰站在升降台上，呲溜一起来，嗯，这音乐一起，刚一张嘴，再看观众，哗，不行，欢迎啊。哎呦嚯，跟着喊屋里7068，7068，跟着喊，旁边有推的，看看，不是禽兽，嗯。汪峰，哦，那等一会儿，可能第二个出来，咱等会儿再喊。汪峰上来先唱，嗯，唱这《春天里》。他怎么唱？我学一学。学汪峰啊，春天啊，嗯。
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，那时的我还没剪去茶，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。汪峰唱的真好，他一唱我在侧目角一看，唱的什么玩意儿啊，跟我那不一样啊。废话，跟你一样，他也没空调了，你这。哎呀，等着吧，愣挨着把这节目等完了。嗯，第二个节目我上了，该您了。我站在升降台上，音乐一给，升降台一起，我往这儿一站，现场10万、20、30几万的观众，哦，掌声不停啊！这现场没有掌声啊，就比这个还要热烈，还要热烈，观众都疯了。哎呀，哎，差不多就这样。武力麒麟，就这，我就站在舞台中央，啊，张着双手，哎呦嚯，享受着掌声的洗礼，哎呦嚯，足足10分多钟，我张不开嘴啊，观众太热情了。10分钟之后，稍微安静一下，我张嘴这么的一唱，啊，观众都疯了。您怎么唱的？轻轻的，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。就这一句一唱完，这10万多个观众，哇，这个好啊，这个走啊，那还不走啊，骂着街就退票去了。嗯，别说啊，真有1万多名观众没走，爱听掉上面下不来了，去你了吧。